今天是8月1号，那今天起了一个大早，6点起床，要准备搬去 San Jose。对，所以就会又是一个搬家 vlog， 想就好累哦，塞得满满整车啊！太疯狂了。到咯，开箱新房子3层楼，往右边走。哇，竟然有健身房耶，看来很热闹哦。生日快乐！哇，这厨房什么机器都有哎，不用自己买了，好爽哦！开玩笑的嘞，这间才是我的房间。那个车库，然后楼上才有房间。真希望一走上去，家具、行李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房间还在3楼呢，一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厨房。然后这里不知道谁买了一个超大的电视。好，我们来到3楼。就是房间啦，哇，怎么床跟桌子组好了，还有椅子，太爽了吧！哎，胖吉，你怎么在这？有2个洗手槽的浴室，干湿分离。非常少见，对，就这样，连马桶都分离了。那。动物区，胖吉别想逃，去洗澡。One shift later， 新家的第一天早晨，因为都是从咖啡开始。胖吉，你怎么死了？好可怜啊！洗澡发现没有脚踏垫，吃饭发现没有碗盘，跟白痴一样。
twice. But like, I just don't know. It's just like, it's fun. 这一杯只要3块多，因为星巴克每个礼拜三都有半价。赞。Try the many plenty solitude to feed my soul until I feel whole, but still she left me lonely. Now I see her in my dreams. Yeah, she's so holy. Got me back in on my knees. Oh, she left me lonely. I swear it's hard to believe.太大间了吧！这是胖鸡耶！有啊，真要14块，你敢信？坐在这里耍废，等下回去还有马桶、连蓬头跟一张桌子要装，人家真滴累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完成啦，搬家 vlog 收尾，最后一个连蓬头装好了，淋浴马桶装好了。非常狼狈，拜拜。并没有。今天是8月4号，搬来 Sunnyvale 的第4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我们室友的公司吃饭。凤姐也想去，但是她不能去。到底是公司还是餐厅啊？加好加满。这个佛的面也太多了吧？你是叫两球还是一球？盛在下面的肉把它拿出来。加油，还有3颗哦，快满了。那个恐龙就会跑啊！有！它在透明的地方都是这种健康的东西，然后不健康的东西藏在那个下面。哇，这个心机！上个厕所也要被迫看这种东西耶，太有趣了吧！